好了，我们要洗香香了。我们一号的选手，耶，九九进去，耶，耶，一号洗澡选手林烧酒先生，耶，准备好，准备要进去洗澡了。然后我们二号泰格金娜大大在外面 stand by， 好。因为连日下雨哦，他们身上已经有那个蛮重的狗味了啊，所以今天趁大家补假，礼拜六没有人的时候，帮他们洗个澡，洗洗澡，洗洗澡，大家都爱。哎呦，松哦，松嘎呢哦，啊，那他们的毛也开始越来越多了，可能还要再找时间帮他们，帮他们剃个毛。然后因为很热，所以这边有电风扇伺候，一边洗澡一边吹电风扇，热的是人不是狗。啊，我觉得送哦，这叫什么表情啊？那一阵啊，你看那娃娃的，无伊要笑笑呢，啊有了有了，开始笑了，叫，啊笑笑啊，嗯。哎呦哎呦！好笑笑啊！好，那、啊、我们来看一个另外一个，不是笑笑，一起笑笑。那头壳破破啊，笑笑啊，笑笑。哎，来来，来来来来，跟哥哥一起来看，来来啦！哎、欸、哎、欸，来，不是叫你去咬玩具哦？你要咬玩具过来吗？大大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呦，哎呦，可爱，可爱！哦，你真个吵呢，我平姐，哦哦，臭干嘛？你哪要吵啊？看起来很干净，但是很臭哎！啊，拱音呢？好，我们再回到贵妃沐浴的现场，送哦哦！哎呦，洗面包熟了。你讲个果子，他的那个胸毛哦，你看，俩看嘛呀，就是抓一下，看有没有，因为他毛太厚了，里面有的时候都会躲一些那个 summer 啊，哦，就是这感觉好像在洗神珠呢。我这中秋节哦，这边这的这姐啊，在这姐在讲，这可以吃一个礼拜了哦。这个肉的分量哇，很扎实。好，那现在顺便跟教大家哦，这个也是一种腌肉的方式哦。那个你把那个泡泡当，哎，把泡泡当作是酱油哦，然后基本上都是会有一些酱油跟糖啊，然后喜欢的话再加一点胡椒跟其他香料。然后就用哎，秋肉的球啊呢，哎，这样要倒点，你看淋点酱汁有没有？然后开始抓腌肉，呵呵然后、哎、你看这个手势，对，就是让在肉上轻将酱汁拍打，然后轻轻揉捏，让酱汁入味。哎、呵呵哦，那就这样，哦，就是送哎，嗯，面包手洗了好几次，嗯，还有嘎吱窝。哦，喜欢蒜头的朋友当然也可以加蒜头啊。然后，如果你用手腌的话，建议戴手套。然后，因为那个爱吃辣的朋友可以加辣椒，但是要戴手套，因为你没戴手套腌辣椒，你的手会肿起来。好，那我们来看还没有料理的食材。啊，那你嘴里要干嘛？你嘴里要你在干嘛？你在干嘛？你在干嘛？你看他的脸，他一直在等我要抓这只玩具，怎么样？我摸你呢，哎呦，哎，啊，现在玩累一点，等一下洗澡比较爽。哎呀，咬坏掉了，咬坏掉，哎呦，好，哎呦，我们老爷河马已经。河马已经进入水中了。
通常我们水里面都会加那个加木醋液啊，啊，让它泡一下。哎，大大来，二号选手进来，大大进来，进来。二号洗澡选手就位，进来，进来，麦要唔甘玩啊，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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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大大，你们看到大大的毛、哦、已经爆炸了，对，因为他上一季没有剃到，只有九九剃而已，所以现在因为要入秋了，所以还在考虑可能会修一下毛就好，对。但是他的毛爆炸起来好像也蛮可爱的，因为看起来更肥短，呵呵很会养哦。哎、哇，这个我饲的饲到大颗。没有，嗯。我们来看一下，我看一下这个一个，这个，是对对，小力不小，嗯，笑笑你看，屁孩在洗澡嘛，啊，我们那个老爸，舒服吗？舅舅，舒服吗？哎呦，那种泡水恐惧症，不不，舒服吗？啊。哦，有哦，有凉吗？有没有凉凉？不知道。有没有舒服啊？啊？跟大家讲一下，快点。江湖。有没有？他已经他在呆滞哦，呜呜呜！哇、哦，他说有啊，有舒服啊，哈哈。呆滞。好舒服哦。你知道今晚有那4000个人上班，在周六加班偷懒在看你洗澡呢。快4000个偷懒的人哦哦哎呦他说哦很好谢谢大家嗯、啊、怎样怎样洗澡都不害羞了是不是现在是全程无码嘞啊而且第一次这么大啦啦公开的也不是第一次啊就是很少人这样大啦啦公开的洗澡还有快4000个人在看呢嗯舒服舒服哦那就太高音了，我要给给谁管？安娜。舒服，阿弟要不要笑个？啊？要不要笑个？这太高音了，给谁管？大大有够吵。哈哈。我们时间。啊，舅舅嘞？舅舅。舅舅。哦。有哦。有哦。哈哈哈。怎么样啊？你昨天在看都成一个这转量没老高了，这就要4000多人看你洗澡了，啊！我的眼睛反光呢，你看那神眼猪老九啊，那个 X Man 呢，那个那眼睛反光也好帅哦，好像那 X Man 的独眼龙哦 ，Scott。哇、哦，好帅哈、哦，好帅哈、哦！好帅哦！眼睛，哎、欸，他眼睛还能反光光，都成赌神来的神眼猪老九了。好热，等一下多泡一会。等一下啦，你泡凉凉啊，要不你遐大裤要惊不？没有。好好，好好。好热啦，阿妈发烦呀。安娜，安娜，舅舅舒服吗？我舒服吗？好乖，大大好舒服哎。大家，大家，开心吗？啊，有开心吗？刚龙，有哦，哈哈，有完了再多淋一下，哈哈。开心啊，没有。嗯，他们基本上洗澡都是这么淡定的，对。啊，大大你就戆戆站得这么久呢，等一下放狗出笼以后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一只大家都因为老客户的话应该都很清楚，一只会去磨床边，一只会在那边我不知道怎么讲呢，加快版 的瑜伽吗？哦哦哦哦 shit 等等等等，好，稳定器歪了，好。
哦，两只啊。好子嘞，嗯，好乖。两只一起，哎呦，啊，那 K 也累吗？好满哦，这好像人家在市场里面卖卖东西的那个。来，九九行 OK。啊，大大嘞，大大嘞，啊，大大等等，哦。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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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啊，九九，等，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好，大大，大大，你等等，大大，等一下哈。等等哦。哎，那也行哦，您爸爸，爸爸先稍微擦一下。不然他等一下会滑倒，在瓷砖会滑倒。好，脚脚擦一下。哎呦，太膈应了。好，脚脚出发。来，往大大泡泡澡了。那脚去吧，去吧，去你。又来了，又来了，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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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开心哦，哈。开心哦。哎呦，又滑倒了。看到吗？脚送了啊，按摩椅也不放过啊，那，啊，我的脚也来一下好了 啊， 啊， 呵呵啊！太可劲了，出笼了，啊。各位观众，有看过西班牙的奔牛节吗？现在呢，这一只牛呢，即将要抱走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前面这一只猪呢，它现在好，好好好好，我们那个。西班牙奔牛节在预警即将要展开，为各位展开。哦哟哦哦，来呀，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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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啊，疯了疯了，啊！哎呦哎呦吼吼吼吼哎呦，真的真的真的，来呀，啊，卡扎嘞卡扎嘞！哇哇哇，疯了疯了！起下起下，哎呦！起下起下，怎么样怎么样？哇哇，小玩具嘞？啊啊，爸爸嘞？吼吼吼吼，好好厉害，好厉害！可以咬爸爸，可以咬爸爸，哎，去吧，去吧。九九，快点快点，去擦擦，去擦擦，等一下要吹干哦。死囡啊，你痛干嘞！你看，一个房间好几样情啊，一个忙着磨他的床脚，一个头壳派起，他头还没好了，所以。做一些我无法理解的一些状态跟动作，我们就稍微体谅他一下。而且你大概都辛苦当当哦，那两只娃娃都咬下来，你到底要哪一只啊，大大？阿九嘞，九嘞，哎呦，还有一只，还有一只，哎呦呦，哎呦，这是九九的哦，哎呦，九九也要玩娃娃嘞，两只一人一只哦，好，都不要抢，都不要抢，给我了，给我了，九九，哎呦，九九要玩娃娃，两只都要玩哦，啊。哎呀，哎呦，哎呦，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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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你看九九咬娃娃都很斯文，他都是他不会扯他，他就只会这样咬咬咬这样，然后等一下就会舔娃娃，他很爱惜动物，所以你看他的娃娃很干净。啊，你看大大的娃娃吼，哦，太可爱！哎，大大，大大，这是爸爸呀！你看九九的娃娃都很干净，啊，大大的娃娃都太哥了，有没有？对，弄嘴暖，好了好了，哎呦，哎呦，来给我给我，好了好了，准备要吹干了，这是一个漫长的吹干之旅了，啊，好，那今天是补假，哦，所以很难得，今天店里人客人其实不多，这样很舒服很好，所以他们有机会可以来洗澡，然后。那，啊，因为既然是补假哦，相信大家现在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课，啊，居然还有5000多个人在看，呵呵啊，这个啊，看来今天大家都已经过着下个礼拜要准备连假的好心情了哈。补假只是一个过程，只是一个辅助，啊。好，那感谢你们陪我们度过这两只啊神猪，神猪洗澡跟，因为中秋节要到了啊，先洗个干净一点。好，好不好？但是我预感是大概在这一两天再下个雨，他阿诺阿诺，我在说你的实力，他会变得回他变回原来的样子的话，其实大概2天的时间就可以了。哦，欸，你有上面说得意，你是得意什么？还白眼还瞪我，哈哈，你还瞪我？哎，两个父子一个眼神，哎，你看，你看。眼神死，
好了 ，OK， 那我们就直播到这边了。好，因为等一下漫长的吹干是很辛苦的。好，拜拜。